受伤，没有救护通道，跟他们讲一下救护通道，不要再拉了。不要再动了，不要再动了，现场什么听我的好不好？可以可以。警察一号都过来了，好吧？退后，退后，退后。情绪很激动，我们进到这边来了，我们就不会走了，大家说对不对？对。不管里面有多少人，我们不会走，对不对？对。外面会有越来越多人来支持大家，对不对？对。楼上有两个人受伤了，请各位。会啊。好。你不要继续上货。那我不干，我向大家说吗？你干我。他重复的话，他如果是来高坡下制服啦，不要跟他来高坡的话，请重复我的话。对这边进行驱离。好，刚刚已经收到有水车啊，收到警察都到了现场，甚至收到消息说，所有消防车、所有消防车都被要求水要加到最满，都被要求水要被加到最满。我在这边非常沉重的要跟台北市的警察、警察各警察单位以及从各地调上来的警察单位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一刻，我们台湾的民主，我们台湾的民主就是在这个一次一次的冲撞以及占领过程中争取来的。我们并不是像马英九朋友今天说的是，是暴民，是不守法，是违法的学生。我们只是当这个国家面临到与过去一样的困境的时候，当我们的先前辈努力争取的民主制度再次受到危机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的站出来，我们再一次的站出来，我们要重新取，我们要重新取得学生以及人民在历史上的定位。大家说对不对？对。We want to make Taiwan free. We want to make Taiwan free. We want to make Taiwan free. No.
真的现在就是请他们可以出去就出去了。我觉得我们现在真的蛮难为大家负责的，就是我们这件事情，真的是，我来这边就是真的，我真的就是来诉求的，来当这个工作人员，然后我们真的希望给大家可以好好的把现在的状况做好，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来到这边，我真的对我来说，我真的很希望能够让服务贸易协定能够退，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对我来说非常夸张。但是你们来到这个地方，我真的没有办法为你们保证任何事情。真的，现在这边真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帮你们保证，因为快回服贸，捍卫民主，快回服贸。如果各位在里面，我们的赵威廉无法及时保护大家，我现在问，你会想要出去吗？不会。大家不愿意出去哈。OK， 那我先声明，不论是大家决定要出去还是不出去，这个决策的责任在我身上。就是如果大家就是今天要出去，然后被指责的话，那决策权就是我负责。那如果在这边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也是我负责。我再问大家一次，大家想要出去吗？我俩。如果有任何身体不舒服的话，就是不要犹豫嘛，然后就是可以到前面来找我。对，那当然，因为基于安全的考量，我会希望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出去。但是我还是尊重大家意愿。